在记者会上也特别呢，请到了这个歌手艺霖。哎，我们几个厂商啊，都很愿意的来赞助我们啊。我们在海报上跟在广告上都一并跟他们感谢啊，谢谢大家。 31号晚上，就是我们2019的跨年晚会，我们要迎接快乐新的一年2020年。那也是我们彰化300的开幕的一个大型的活动。我们不但有传统的这个请到影视歌星来表演之外，最重要我们请到了国立交响乐团的管弦团来彰化跟我们跨年晚会，我们有一个音乐的飨宴，希望我们所有的市民。 共同来参加，我们特别感谢我们观光局山上国家风景管理处的柯处长给我们大力的赞助，我们这个国立台湾交响乐团特别在跨年晚会要来我们彰化演出啊，那么会办年会，那么用音乐飨宴来跨年啊，非常感谢大家，欢迎大家来参与，就是两首、三首的新歌。 一首旧的、经典的歌曲，然后还有一首这个我们的《梁山情歌》，原曲是《梁山情歌》的这个再会吧，欣赏人。对，就是四首歌比较现场的那种，比较热情的歌曲送给大家。那莹莹姐，那一零姐呢会带来今年度最新的专辑歌曲，就跟着艾莉告对，就我刚刚其实有唱了一首歌，那里面也会有一些将会的主曲，然后让所有的市民可以听到不一样的一零这样。其实我每一年对于我自己的跨年的服装，我都是特别去定制的，希望可以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这样。我还蛮注重服装仪容的，所以我很爱漂亮啦，因为女生都多少都会想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的，所以可以让你们焕然一新看到不一样的我。 谢谢。Hello，我是小安。因为在最近的发行我的新专辑，然后那天呢，除了带四首歌之外，我也会带些小礼物到台下去跟别人玩猜拳。因为我里面有首歌叫做《一直喝》，所以在那一天呢，会准备一些很像酒精的饮料送给大家，但是一定要猜赢我。
像市长刚才就蔡英文，好像我很烂一样。那你要准备多一点，准备多一点，2万多人跟你猜哦，要准备多一点。